这个赵树立被失踪案是我们这个中国大陆，首例作为政治犯家属，被牵连，强迫失踪的第一例。他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他连从来就没有参加过社会工作。这个说明了这个中国的司法制度，完全是没有底线。没有这个遵守司法制度的底线，只是一个伪装。这个人他失踪的情况是他其实不是在这个户籍地失踪的，他是在武汉失踪的。如果像这种情况，究竟我们这个想报失踪人口案的话，究竟应该去？必须在武汉，对，咱们就是规定报警在案发地、事发地辖区报警。但是，他们的家属曾经尝试在武汉当地这个发生地报案，但是那个当地的这个公安说让他们去户籍地。不，这个他是看他当时失踪的地方，也就是如果他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是在武汉，或者他一直就在武汉住，或者一直在武汉租房子的话，他在那儿失踪，他必须在武汉打110报警。他们警方需要咱们巩义警方配合的话，他可以和我们这边沟通，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资料呀、户籍啊啥的一些资料。但如果他的确是在我们巩义就失踪了，那他可以在巩义报警。就他在哪个地方失踪，在哪个地方报警，不是他是哪儿的人，就在哪儿报警。所以，像他们武汉警方说，这个应该去户籍地报失踪案，所以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对吗？也不能说不成立，因为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们的律就是赵树立的律师，这个秦生寿也去了武汉几次，被威胁要拘捕他。我去武汉的途中，单单为赵树立去武汉就是十多次，去北京也有三四次，然后就是说被武汉抓捕、非法抓捕、羁押过三次。他的儿子田思雨也被抓捕过一次，被赶回家乡，然后第二天就出了车祸。2016年，我陪赵树立的姐姐和儿子去过武汉多次，一直是就是说不许我靠近，然后把他的姐姐们拉到旁边说，这是中央的案子，人没事，你们放心，但是不能告诉你，他具体在哪儿。秦又敏案子已经公开，律师在这个案卷中发现赵树立的一份这个签署的秦又敏被刑拘的这个通知书是2015年5月8号，说明这个要么就是这个通知书就是也是伪造的，要么呢就是说，赵树立确实是还活着，但是我们觉得这不太可能，因为这么长时间了嘛，他出了意外，他尸体在哪儿？人总要有一个交代。